从上面浇。从那个这个上面哈，这样往下倒哈，然后你拿一个 tissue paper 放这边，然后那个 tissue paper 撕了，你就可以停了。可以。因为它满了，它水会漏出来的。哇，明天有的你忙了嘞。去哪里呀？家。